好，我们看这一题。他说某船哈，沿河顺流而下哈，是24公里每小时，逆流而上是12公里每小时。那他说哈，则船沿此河这样往返一趟哈，它的平均速度多少？那往返一趟呢，它的这个位移哈是等于零的，哦，出位置跟末位置是同一点的。所以它的那个平均速度哈，平均速度哈是等于零，所以这一题答案应该是选 A 哦，平均速度呢等于零。